横拍反手快拨动作的叫领式，两脚平行开立，两脚的距离大约与肩同宽，身体站位离球台大约40厘米，将球拍引至腹前偏左的位置，拍面稍前倾，手腕也要稍内屈，在来球的上升期时击球中上部，借助来球的反弹力，前臂手腕迅速前伸外展，向左前上方发力，快拨来球，击球后迅速还原，准备下一板击球。